嗨，咱们现在收听报道有意思，我金贤。来，咱若看到以前的物啊，吼，哦，真正人讲要给淡掉，吼。啊，不过今麦慢慢已经有一个讲，咱是免给它收起来，吼，一点点拢有背后的意义啦。今麦给大家访问的是一个先知，吼，一位细汉的物件，伊就给收个好细好细，吼，已经比起来。普罗的高不相，更加高不相。现场访问的是这个南投县文化资产的协会的理事长梁志忠，来，伊拢讲叫梁，叫梁兄就好了，梁兄哥就可以了。梁兄哥你好，精神你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好，所以讲吼，收这个古物啊，哈，你先讲讲下，好做古文哈、啊。其实过去的文物啦、啊，嗯哼，咱因为咱先民吼，生活中间。一定有真多东西是生活中间爱用的东西、不管说是衫还是说 用具文、还是说、生活周遭所有用的东西都是文物哦，这样、你为当时开始收藏感觉说这东西你要给它收起来我、自国小一年级、国语课本、一年级国语课本它都要有签我的名字、那个我现在要留掉你、所以你那当中就是有意识的说要把它收起来那时候就感觉说、可能是从小就有那个观念啦、天生与生俱来的观念就想说、要给留下来如果这样你留到现在请问你几岁我现在今年62岁啊，62岁哦，然后63啦，毕业是63，是的啦，那个字啊。安尼，我为国小一年级哈，啊，个今嘛十岁，62岁，安尼，啊，你今嘛出来，有啥物物件？哦，包罗万象呢。你讲我差不多嘛，应怎样？跟我包罗万象。上大的收藏可能是我太太。年资最深吗？无啦，闹劣迹。上大的收藏，最珍贵的收藏哈、然后呢，包括日本时代总督台湾总督府的课本嘛，拢有收呢。哦，那你看到咱的咱的迄个台湾小日本馆嘛，哈，爱心队总督府上大，所有的课本吼，拢头顶拢印台湾总督府，拢印这个这个台湾总督国字，所以课本内底都拢封面吼。头顶一定有写台湾总督府，哦，也是上面上面册，不管从国语啦、算术啦，上面那些自然的上面拢总有写下来。所以这个文件类的啦，哈，那些文字资料类，对。那么文物来讲，当然它可能真大啦。你可不可以那个老照片？哦，老照片，咱但有相片嘛，是对日本时代，是讲这个清朝末期的时候，开始有这种老照片传入咱台湾。尤其日本人来时，对咱台湾吼，是咱所谓旧作，嘿，对每一种吼，伊有摄的相片起来。不管是正面、侧面、背面，男生、女生全部都拍下来，连服装，他们穿着的服装，弄弄起来。这是作为今嘛，我今嘛在看哦，就是一些考证的依据。太阳主是请上面，乌龙主请上面，少主请上面，这他照片其实都有拍下来。那有哪些图文？其实这个对现在来讲有什么用途呢？我今嘛感觉吼，咱关注民今嘛在用的图腾啊，有时候乱掉了。可不可以讲？你太阳主力用你用排湾主哎，这很奇怪了啊！所以我是感觉那个老照片呢、它是在它可以它就是在讲故事，它会留为历史做见证。第二老照片以外，我有收一挂，可不可以讲咱的家具类？我今麦困在安门城。你困安文城、我困安文城、我想我阿祖是我熟悉困安文城的人，你是第二个。我感觉安文城真有文化。不过安文城敢不是不离阿丁？伊是hinoki啊，拢插头做嘛吼。哎呀，拢hinoki做啊。迄个安文城有文化，我讲因为它上面有乌白画一挂
历史的人物里还有一告诉你的对哦，那么雕刻，嗯，哦，雕刻伊，伊会雕刻讲哦，这个我有一点阿门城，嗯，哦，伊有刻起的也是，也是连招贵子，嗯，哦，这边刻个连招，嗯，这边刻个的连剑，是吧？哈，嗯，啊，这连招贵子，连招加连剑哇，哈，哦，啊，艺术是安那，那连剑多子嘛，嘿。龙眼多子嘛，哈，连招对连招，哦，希望说你能够，嗯，都是生男孩子下来，连招贵子，哦，哎，还供这个孩子受，这昂昂这昂明成刚刚无啥性别平等，伊无要招查某的，那以前社会，因为我们台湾早期是捆职社会嘛，嗯哼，是一定要有劳力的人来。有那个能够工作的人来帮开垦这块土地嘛？因为登山贵台湾哈，嗯嗯，第一就是要开垦土地嘛，嗯哼，哦，那开垦土地是爱有那个壮丁，嗯哼，哦，还是讲田，嗯，你讲有土地，就开始开垦成田地嘛，嗯哼，啊，田地还是要有壮丁来耕作嘛。所以梁兄哥，你咧收种物件的时阵哈，嗯，不是讲干那看见生公谷物啊，哈，哈，老的米啊。你念后边一些时代的背景，背景好，拢该了解，拢爱研究，好，拢爱研究。哦，所以讲你对迄个史料类文件类啦，哈，做啊种相片的类的，这类的你就收藏，哈。那过来像讲家具，你冇收藏。家具，家具，在中期日本时代，阅兵扇是啥物呢？就是漆器。哦，真假吗？漆器哦。而且他那个漆器就是冠上什么？但是民，但当然是民，当然是红来神豆。嗯哼，他就是红来土漆器。嗯哼哼，哎，红来土漆器。你咱当然足有名，甚至销去日本哦。嗯哼，哎，啊，伊迄漆器吼，有真济个特色。嗯，也对咱台湾风土民情。嗯，哦，可以讲几个谈。嗯，哦，伊个迄个伊少主。嗯，哦，伊个表演楚歌。哦，我们台湾的金雕。嗯。台湾的翁来，嗯，哦，然后这个台湾风水，哦，嗯、风光明媚的，哦、那个风，一弄一个围起来的，弄弄有切起来没围呢，不切起来，哦，嗯嗯，哎，水果，嗯，哦，咱当然水果真有名，嗯、一个金蕉，嗯嗯，哦，翁来，哦，一弄切起来头顶呢，安尼，第一个金刚国宝，嗯、哦，对王清双老师，哦，王清双，人要滴哦，嗯嗯嗯，也切起哦。嗯，跟伊家做一百个玉山的那些七百，还是高石会，嗯，哦，一百卖750万，哦，750万呢，嗯，你小看呢，安尼吼，哎，啊个赖作明赖高山，赖作明爸爸赖高山，嗯，所以像漆器这个物件，日本嘛就接受啦，哈，日本风中利用呀，对，伊就是算讲对日本对漆器嘛就有趣味安尼哈，我伊当作上重要工艺，嗯嗯，最重要工艺就是漆器，嗯，我毛陶艺啊，嗯嗯，毛竹编呐，哦，它有很多，嗯，有很多东西，工艺有很多东西，但是它把漆器当作是最重要的工艺，所以而且地位最珍贵，嗯嗯，啊，所以讲除了漆器了后，你还有啥物收藏？我要有蓝陀陶啦，嗯嗯，啊毛迄个。一个竹编呐，啊，陶器的陶器，还有分南投陶。哎呀，因为，肥啊来讲哦，咱讲烧肥啊，烧肥，咱讲烧肥食起。哦，啊，做肥啊人，做肥啊吼，人讲吼，肥啊吼，肥啊做肥啊人，因有一句话讲，土浇水啊，嘿，一颗趁高较贵。哦，真好赚，哦，肥啊哦，土浇水，肥啊，肥啊就是土加水啊，南州火呢。啊，一块就趁高较贵。啊，其实讲啥，主要是拢人力，嗯嗯，人吼爱消费啊，爱去迄个凑茶爱行啦，但遐占去大部分的费用去。人事费用较管哈，人事费用较管。啊，成本较管拢是人事成本管。啊，所以讲人讲迄个，人讲迄个土胶水啊，嗯，土胶水一块趁高较贵。哇，所以讲像个迄个，你到南岛嘛，吼，所以念这个南岛肥呀，吼，南岛油，哦，南岛油，吼，南投烧，日本时代讲都南投烧了，嗯哼，日本那就是大尾的大尾烧了，吼，柳田烧，对，而且讲你这个烧，九股烧，九股烧，吼，
像我这个修修迄个南头桃哈，也是讲修古文书哈，啊修漆器老照片哈，啊修修修，这个该一本时代嘛哈，啊过来个国民政府的时代，你敢有修？有啊，公务初期的时候，可是公务也修一寡，但所谓近卖党外杂志，哦，我会正经报，哎，就好哎，就是把当时社会的所有乱象。都写在那边，很清楚的写在那边。嗯哼哼。政府，当时那民国三十四年过后嘛。嗯哼。三十四年，台湾过后是十月二号嘛。嗯。然后十月二十一号一行，前进指挥所来台湾。嗯。对吧？有。然后10月25号，都庆祝光复节，在台湾接收那个日本总督都在接受台湾。嗯，啊，其实台湾贡献我感觉咱这个族群哦，仅次于讲，我们其实台湾是接受很多不同文化的族群，然后还可以融合在一起啊呢。对。所以在台湾就是讲它抗压性很大。哇，抗压性可能太大了。而且很不同族群，对吧？拢我都接受。它能改变融为台湾的文化。所以讲苦海所在。所以讲，咱两三个在修物件的时阵，你也看到足侪面相，吼。哎呀。嘛有足日本的，吼，嘛有位头是足中国的，伊尾也拢会变做，大家拢变那在地迄个感觉。在地文化。吼，在地文化。融为台湾的文化。所以讲，你冇修迄个什么红啊飘啊，吼，连这高追的你冇修哦。有啊，红啊飘，以前我看到。金牛生白啊，国白啊，弹珠，弹珠，玩弹珠，嘿，伊较早无像金马公，有手机啊，有诶电动玩具，我较早拢爱家己做玩具来耍啊，啊飘甚至于，球龙飘啊，嘿，球龙飘啊，弹弓啊，或者生白啊，弄个老枪，嘿，拢家己做，竹筷用竹。十块来做诶，不过那个自己做比较有成就感，啊，你讲你有一台迄个医生出诊的时阵用的迄什么车？三轮车。三轮车哦。迄台中诶。啊，迄个卖白。哎呀。哎呦。三轮车无三轮车白，我甚至于迄迄个后壁吼，要一对牌是原厂的牌，就是讲一对出产的吼，那个。钉在上面都还在，还打不起耶，是泰山车行做的，主机拢有哦，连车行的主机都有，拢有，拢车，拢摆喺头顶，拢有拍起。哎，这三轮车是坐什么意思呀？伊是有包起，有一个铁啊包起，还是个真正三轮啊？安尼啊，上来坐，真正是三轮啊，无唔对。啊，就是主人要坐啊，啊，伊有专属的三轮车夫啊，就变咱像咱即卖劳斯莱斯咁款，你塞劳斯莱斯的人吼，伊唔家己塞车啦。哦，我那是家己有三轮车，我一定是拜托人搞载啦，一定有司机安尼啦，吼。然后一台三轮车有影真豪华，因为它是马车的造型车厢啊，它那个车厢吼打造。足水啊，豪华型，还是买车的造型。哦，所以真水啊，甚至够万吧，够万吧。伊咱一般三轮车无可能有万吧，也够万吧。啊，嘿，咱咧，你有印象？咱咧脚踏车相片是毋是？它掉落来就动着哇？对。啊，伊咧掉咧动，伊是啥物作用？伊毋是要动，伊是吼，又掉落了对哇？吼，拉动有一个杆吼，拉动那个。一个轮子啊，那个轮子会靠近那里前面那哈，哎呀，蹬啊蹬的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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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变做讲，迄个是对有铃声的作用。哦，啊对，头前老了，给咱砸掉，那个叮叮叮啊。哎，你都爱立起来，个立的哈，伊就叮叮叮叮叮安尼。哦，啊，当啊是伫中迄个吼，伊立落来动起来呢。啊，今麦干嘛用个这？哎呀，我在骑去中央新村，人都在甲有几回骑去啊运动，一个少妇带着囡仔甲我招手，我懂三轮车夫啊，我穿，你该在我在第三期啊，我跳起讲伊，我其实迄车道本身真重，因为它比较豪华，
所以哦，我这面三家对人吼，哦，要再一个少从医少妇啊，搁再一个囡仔社工诶，大部分真紧张咧。对啊，吼，较早也无问题啊。所以较早诶人，哦，较早诶人就真正专业诶人去。哎呀，人伊准备靠这个趁钱。吼，啊，后边再坐，可能是后边可能是靠需要防灾。你讲是专门在医生吼？哎呀，在医生出诊吼，嗯，真好用啊。嗯嗯，啊，这是咱啊。等于三轮车就是轿车，以前那个年代哈，处理一台三轮车不得了啊，因为三轮车是营业的用的呀，但伊处理专门的用的呀，哎，那等于讲即卖现代轿车同款，嘛有一回我骑出去，有一台面子的停在我边咧，轿车车窗甲我问讲，哎，你这三轮车有会卖无？我讲你创啥讲？我这台面子可以想我好不？哎，我看一台面子的吼，是洗十几年的，你知道？我看这卖嘛超三万块呢。哦，安尼吼。你想看嘛？我这台三轮车刚给了三万块。哎呀吼！我讲哦，拍摄你今麦台湾面子满街跑，我等我这台三轮车干，我这台呢？你有影哦？对吧？所以讲你不也不满意吼？无啦，我那介绍啊，我都叫怪去啊。哎呦！来，哎，刘浩萌是这个南投县吼文化慈善协会理事长啊，这梁志忠哈，可以两兄哥哈，这两兄哥为细汉哈，国小一年级哦，伊得为个给作业本改修起来哈，所以我对这个叫婆啊做啊这款文史料组，这个这无好修呢，做啊干不是最容易去澹去啦，还是变色去，哎不，啊你这修总上爱注意一下哦。我拢用第一个落去，假链带个落去。嗯哼，哦，假链带啦，吼，好，好，较无水气啊呢。是啊，我唔去，你咱台湾早期的服饰嘛拢绣呢。早期哦，早期的衫哟。哎呀，服饰足水的刺绣的呀。嗯嗯，那个肚兜啊，女孩子的内衫。哦，以前的内衫。哎，拢有绣啊。是讲以前迄早起那内衫有钱跟无钱应该是差不多吼。因为他就是哎，就是几年了嘛，裤兜的内衣啊。嗯嗯，我的朋友吼，是张牧阳，伊是迄个实践大学教授。我听讲有几回胡因梦去伊啊。啊，伊就其他裤兜有够水的。一刺绣的啊，秋康刺绣，绣个足水的。啊，胡因梦足假的。伊甲迄张教授讲，张教授，你这件衣服好漂亮哦。对啊，好，那是我收集那个。肚兜里面想睡几年，伊讲能不能给送给我？张牧阳听了讲，哇、哦，你不要去尿，为什么改讲？好吧，你如果那么喜欢，那你就穿给我看。哇，胡云梦二话不说，马上里头就脱起来，脱光光，怎啊个穿一领肚兜安尼？哇，又快啊，又快，怎啊穿等于？张牧阳怎啊讲？我头。这么喜欢啊！这是啊，可见的那件衣服，那个绣工真的没话讲，很漂亮。这个美人哈，配着素叶肚兜啊，美人配肚兜。不过这手家的文化物件哈，只要是讲嘛，你嘛有收纸类的相片文件类的哈，你有一项收就是算七七八事件了后两个月哈，官方的报告哟，这嘛你收到的。写迄个清乡报告上头就写，抓到你每一个乡镇吼，抓到偌济人，因为以前有起来反恐嘛，有迄个暴动嘛，有抢一寡武器，因流落民间了嘛，所以伊都在清查嘛，有偌济人参与这个活动，人的部分伊都清测出来，武器的部分冇得清测，你有啥物武器，有啥物。枪，有什么子弹，有什么配，有什么枪弹药，还是讲迄个刀，配刀，还是讲有什么，所有的武器，所有拢爱列出来，所以迄个是一个报告，迄个中部现在拢总有啊，安尼吼，以前就是国术馆哦，以前张延先伫遐做馆长，伊就是无少人资料。哎，特别来催我，我都提供可以，我做文专辑出来。哇，所以讲你修啊修去嘛，替一个足重要的历史的文件，你个保留呢，吼。
哎呀，我有保留起来，还佫提供我国术馆，嗯，还去做研究。安尼讲就有成就感吼、哦。至少以前台湾，一个二八事件后，拿一寡资料出来啦。我唔对，卖阿无你就从来，你若再国无相对，从来拢去了了呀。对呀吼，啥物资料嘛无去啊？是讲梁修哥，你安尼修修啊修吼，好啥物？纸的啦吼，对物件你嘛收吼，相片吼，啊个连红棉床吼，搁困在面顶吼，家具吼，衫，逐项拢收吼。你安尼，你太太有意见无啊？你迄个上珍贵做收藏，会对其他的收藏有意见无？枕头，阮太太是看到我结婚包内底啊吼，啊钱拢一直无去，啊走一道。哦，哦，伊就安尼真不满。我就讲，我买顿个厝啊，我是遮面钱，我是买物件顿个伫厝里。哎，年纪遮物件无买吼，遮物件真紧就无去呢。啊，即卖过去咱囡仔时阵捌看的吼，啊，遮无买吼，你若无去了，你想买买嘛买无啊，你保存安尼啦。啊，至少我一顿个厝来讲，你嘛看会到啊。对，啊，我只不过是甲保留保存起来安尼吼，啊，做研究嘿。啊，有影出签头伊袂当接受，因为钱伊无去啊。你找人上吊就讲，伊迄个结婚婆爱钱较济咧吼，伊造满足感呐。系啦，啊冇安全感，他就没有安全感的，钱都一直没有，他就没有安全感了。一个零变两个零，我你唔是？哎呀，啊本来三个零变一个零，伊都哦未使，真不行。安尼吼，我刚才冇归零的。哎呀，你真是我爱检讨的。好，啊你安那解释吼？啊，第二我买啊，我跟官方哈，搭配，然后做推广展览，然后办活动，哦，那些媒体就会报道嘛，然后那个官方那边文化局呀，哈，就会跟我做很多方面的接触嘛，还讲台湾文献馆，甚至于，我蛮捌伫中东互电呐，哦，行政伊蛮捌去电过啊，我在很多地方，他们都会邀请我去展览，甚至于那时候，媒体专访，他就慢慢知道说，哎呦，阮翁你做的这些代志，实在是对台湾本土来讲是真有贡献，唔是讲以这钱，伊摕去别位，去开杂务，去啉烧酒，去博缴，无啊。哎呀，做各拢真正有做一寡成绩出来啊，所以慢慢伊就当接受啊。安尼哦，所以收啊收收到尾啊，这个大家拢有看到。不过你嘛爱先有真正有收啦，啊收个真交稳啦。哎呀，这嘛是趣味，不过嘛是足重要台湾文化一部分。啊，因为台湾历史无久，所以咱更加珍惜咱过去，咱有留落来一寡历史文化，文物。我该爱珍惜。安尼，好，那个真感谢哈，我们的梁志忠哈，理事长哈，对这个文化资产的保存哈，哦，你唔得爱加多足大间的厝来坑咪啊！好，多谢你的拍片，哈，感谢，谢谢，哈，谢谢，我们等一下回来。